少年团及极限神人川国籍机场出发前往香港为2017妈妈颁奖礼做准备。当天，不少粉丝来到现场为偶像送行。约九时许，防弹少年团七人七色，帅气穿搭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成员金当天身穿传统韩服，惊艳现身，引发现场粉丝呼声不断。据悉，2017妈妈颁奖礼将于12月1日在香港举办，届时歌手 Super Junior、EXO、防弹少年团、WONDERONE、GOT7、Red Velvet、宣妹、泰明、赵友等，演员宋仲基、安在贤、金宇珍、李英爱、车艺莲、金玉才、智珠、金赛伦、全律、郑丽媛、尹启相、赵宝儿、李青娥、金敏熙、李凡秀、李帝勋等出席，引发当地粉丝强烈期待。魔方传媒韩国报道。